要先教我们，没有教我们滑吗？对啊，我以为他会先教啊。都还没有，都没有教，直接下去。你有滑过？我有啊，我们才没滑过。就是讲到对，而且我们怎么直接跳过教学这一块？哎，很晃哎，他现在就晃了哎，而且现在还没有浪哦，很晃哎，真的会有恐惧耶。他的浪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害怕的。如果它真的是大海，在这个地方你是很无助的。稳住，稳住！好像一直被往后打了，对不对？对。我们即将进入到 Level Two， 请维持在中央道。目前是 Level Two 的阶段，请维持在中央道。Level Two。喂，来了来了！来了。开始了，开始了，这个就开始会紧张了。对，你看到前面那个浪，他很专注，他很专注。对对对，在平衡。对的，感觉很。将进入到 level 三，请你往前滑。level 三，请你往前滑。还有。停止！来，停止！有人落水，没事，落水，停止！我跟你讲，这底下的 level one 感觉像是 level ten 哎，真的，你会吓死，你会就觉得太可怕了，真的假的？可以啊！哎呦！这是 level zero 嘞， level zero， level zero， 重量太重了。对，你要试着滑，你的桨面要调整一下，桨面。一下我一，王哥，桨面要调整一下，桨面。你会不会看起来好菜哦？这样，你的头也好菜哦。垂直，滑滑，哦，是，什么滑 ？OK， 好紧张哦。加油，加油！目前是 Level Two， Level Two， 请 hold 在原本的位置上。Level Two， 加油！哇，超稳，给他好稳哦，很不错哎，而且钟雅辉很棒哎，他会。很稳哦！我其实超级兴奋的，其实我蛮多在海面上的经验，对，所以跟海浪之间相处的关系我还算是融洽，就会觉得他很自在，而且我刚看了一些照片，他都在笑呢，他到底是他笑得很开心呢，他就说很好玩呢。进入到 level 三，请往前滑。哎，可以哦，哇，哎 ，it's fun。他感觉重心有点压，往前压，对不对？过浪。哇，小心。可以。哎，他恐高恐。很强哎，是。我觉得他一定要我们在浪头转弯的时候选浪。可是我好羡慕你们都可以聊到浪。
啊，我知道了，身体先倾斜。他们不要让我还在斜，让他带出来。我还在聊怎么平衡。好，你们慢慢聊，慢慢聊，慢慢。没事没事，我们还会受训，我们还是会训练的。3，请往前滑，请往前滑。你看，控放下哦，控放下。我转不过去，张姐。没有没有，我们要往前先滑，先继续滑，还没有，还没有转。张姐，你看一次。上去，上去。可以哦，可以哦。准备进入 level 4，请回转，请回转。张姐，快撤！你可以，可以转，快转。有，转转转。左脚，左脚，左脚，滑，用力。啊，要转啊，要转。转转转，转。往前滑，往前滑，加油，往前滑。level 4，啊，你要转往那边啊！他们可以出海了，我们终于有人成功了，哎，成功了，加油 ！level 3，请往前滑 ，go，let's go， 往前滑 ，keep going，yep， 来，来 ，hold 住 ，hold 住 ，yep， 左边。转弯，来，进入 level 4，请回转，请回转，二十转 ，yeah left， yeah left right， left yep， 转弯 ，left， wait careful， left hard， you got it， keep going， left， all right， go， I think we're good， left， left hard， yeah， 进入 level 4， keep going， all right， 往前滑一圈，往前滑一圈，好走 ，yeah， yeah， we're fine， we're fine， 好，往前滑，往前。Right, right, left, go. Right, 你这样拉好了。Go, careful. Left, careful, careful. Right, careful, careful. 啊！他们在切，在切了。水已经满，已经水在满。如果滑就可以回转了。来，回转，怎么那么多？完成一整圈绕行，完成一整圈绕行，完成 level 五 ，right turn，OK， 他们反应太快了，太斜了，太斜了，小心小心，因为水太多了，对，完成了。